怎么回事？ 放你走，死的人更多。牺牲一人，换取其他人的安全，划算。香儿，放箭！天下地利。 Yeah!
绑起来，是。去看看。 伤得真重啊！啊，嗯，你。 天下 K， 人呢？刚刚问出什么了？属下惭愧。此人是何来历？这属下不知，只知他是乔哥村的一名猎户。 没事的，阿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，不计代价。大王，大王，快救救香儿！小鬼，你又惹了什么麻烦？香儿受了重伤。 快不行了！啊，又要本大王出手救人，也不是不行。我懂，不会让大王平白出手的。只要能救回香儿，我会解开最后一道锁，助大王脱困。<笑>好好，说说小丫头的情况吧，脉象如何？ 脉象紊乱，微弱难辨。不稀呢。气若游丝，出气多，入气少。小鬼，你开机关锁，我来帮他收尸吧。 大王又无计可施了吗？就是救不活了，不过。 要不死也容易。请大王教我。上次帮小丫头吊命的阵法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你先画阵法，我一边说。借物待行，借用天书之力超出人力，借于木石之物，行走坐卧如常，就与常人无异，只是看得见摸不着。这。 这样与游魂合一，这自然只是权宜之计。待本大王脱困之后，再施展仙术，为其修复身躯，届时灵肉归一，才算圆满。这方法委实离奇，不知大王有几分把握？本大王自是十拿九稳，小鬼再拖拖拉拉就不用救了。 成了。接下来，以血脉至亲的血作为媒介，取你的血一生。
血脉至亲，那要是没有？哼，要是没有血脉关联的人，就要取得承载思念之物，才可施展借物代行之术。那，啊，是。哼，承载思念之物吗？把你的血滴在左腹位。施展天书之力，把小丫头的元灵抽出。两问。借物代行，快！有没有阴望？偷空三跳，再问分秒，夜定三表。雷雷，香儿，香儿，阿兄，太好了。是我吗？怎么会？阿兄，我死了吗？啊，仙儿只是……伤得很重。不过没关系的。那位大王教了我一个法门，暂时取出你的元灵。等会我解开机关锁，助大王脱困。他便会施展仙术。本大王就会施展仙术，修复小丫头的身体。好了，小鬼，到时候灵老皈依，自然就恢复了。真的能恢复？嗯。大王，我这就放你出来。Thank you.
应该快好了。行不行啊，小鬼？这，我再试试啊。我知道了，是这枚零件错位，只要把它扳正。小鬼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想把一枚零件扳正，结果……结果你把它弄坏了。是。坏了你会修吗？你当然不会。大王，啊，对不住啊，我你事到如今也只好去找小白帮忙了。不对，过了这么久，小白应该早就死了。你去商山找小白的徒子徒孙。商山？对，去商山找一群自称墨者的家伙，让他们来修。小白的徒子徒孙叫做墨者，哈，不过是一脉旁支罢了。墨者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会机关术，快去找墨者来帮你修门。此去商山路途遥远，不知多久。大王，可否先传我修复躯体之法？就你这小鬼，连最简单的仙术都不会，还想学修复躯体之法？老实点去商山吧，找人来修好门，本大王亲自出手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发，前往商山。慢着，你们？是啊，我和阿兄一起，说不定还能帮上点什么忙。小鬼，你有吃过烤乳猪吗？吃过。香吗？很香，远远都闻得到。那你还敢带小丫头一起？她以园林之身行走，在各地妖魔眼中，无异于美味的烤乳猪，远远都闻得到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小丫头确实不该与你分离太远。有了，机关人先借你们用吧。机关人？屋子旁边那尊机关人，抓只符鬼当动力就可以用了。把小丫头的园林藏进去，可以掩盖气息。你先随便抓只符鬼来吧。大王说的倒是轻巧，我连符鬼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忘了，轩辕界没几只符鬼，离你们家不远处，山里有一座鬼神祭坛，你去那里找找吧。鬼神祭坛又是什么？你这小鬼问题真多啊，去了就知道了。是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啊，路上小心啊。我是说帮本大王开门之前，你们两个可别死了。突天下。小姐何必如此？不如咱们去找找那小子和丫头，大家一起想想办法。是呢，也许大家会有办法的。肯定没问题的，别太早放弃才是。怎么突然变得好黑啊？大小姐，你在哪儿啊？
Xuan-Yuan。把李佳琪送给李大人。李军进来搜过，还好我们早一步进了天书世界。门都坏了。嗯。哎，仙儿，你看，以后没人可以说咱们家徒四壁了。啊？咱们家除了四面墙壁，还有满地的杂物呢。哎，阿兄。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，然后就出发吧。嗯。路途遥远，还是轻装简行为妥。阿兄，我们带他一起走好不好？啊，搞不好到了商山，人家墨者不让进山。大王不是说墨者都会机关术吗？拿着这个机关玩具，说不定可以当做信物什么的。好，就依你。走吧。嗯。去山里抓符鬼。山里那么大，我们要去哪儿找符鬼？嗯，到村口去问问王兄吧，他大概会知道些事儿。
你小子来得正好，老夫正愁没有对手。您这是在下什么棋啊？没下过捉鹿棋？你可是错过了人生至宝。坐对边去，老夫一步步教你。等你好久了，下棋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Thank you.
小子不错，初次下棋就这么机灵。是老丈手下留情了。这天底下无人不玩捉鹿棋，老夫不过是个业余，相比大城镇里的棋手，自有一套棋路的那才是真正厉害。瞧你颇有资质，许是难得一见的奇才。这天下捉鹿棋有七位名人，个个身上都有奇异的棋子，既然你要远行，不如去找他们试试身手。我要如何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来历？玉水有个小子叫赵姬，棋下的还行，你若途经那儿，不妨去会会他。多谢老丈提点。